兴城父费邑高孟说为成都守，有意奇遇，先是有西商客成都，娶青城山寡妇，继而已故西归，年余复返，夫妻一聚，而商暴卒，同商议而告官，官亦一副有司，苦训之，横加酷略，卒无辞，迭解上司，并少实情，焉系玉底，积有十日，后高属有患病者，言医老医，事向言疾，医闻之，惧曰：“复兼嘴否？”问何说，初不言，结再三，始曰：“此处绕青城山有数村落，其中妇女多为蛇交，则生女兼会，阴中有物类蛇舌，至淫纵时则蛇祸出。一入阴馆，男子阳脱力死，高闻之害，尚未深信。医曰：“此处有乌袄，能内药使妇易荡，蛇自出，是否可以验见？”高即如言，使袄置之，蛇果出，以时解，迭报郡上官皆如法验之，乃是负罪，